关于小段和双开门大冰箱的故事。中间站，它中间有颗球，它中间是不动的。你要是跳旁边，它就会这样。结果你们也知道了。我回头，走。有一天晚上，梦一场，你白发苍苍说的。宋天的满脸都写了开心。那边就没那么难。就是一定要掉水，然后我还吹干了来。我已经没有裤子了，我也没有，他也没有。给苹果包子。他将邓院长傲视旗下。啊！马上踏上恶龙磨坊，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。没有落水，厉害！拿到双开门冰箱开心吗？开心，我都没想到。还行，没想到。然后我的开门。恭喜小段成功，顺道双开门大冰箱。